大家好，我是宋皇台分行的 Table Man， 今次为大家介绍由黎新集团兴建位于炮仗街的项目喜竹。喜竹就位于九龙传统名校网34校网的隔离名校林立。今次大家看一个中层 H 室的单位，单位上面积377尺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单位。我哋一入门口嘅位置咧，咁咧发展商就喺门后边咧已经预留空位咧，可以俾我哋摆一个好大型嘅鞋柜喺度噶啦。一入门口，我哋就会到我哋嘅厕所位置。咁厕所咧就设有特大嘅落地玻璃，会望住个东南嘅海景噶。咁今次厕所咧就用呢个套房式嘅设计，厕所里面有道门可以直达我哋嘅主人套房。我哋而家喺主人房的位置，咁主人房咧设有一大面嘅落地玻璃，而落地玻璃会望住东南方嘅位置嘅，咁光线都十足噶。好，而家到介绍我哋嘅厨房啦，厨房就喺呢度。咁厨房咧就以开放式嘅厨房嚟做设计嘅，咁发展商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已经预留咗所有嘅家电俾我哋啦，包括抽油烟机啊、微波炉、雪柜同洗衣机、电磁炉都一应俱全噶啦，已经。這个咧就系单位里面嘅客饭厅，你睇到啦，客饭厅咧就空间够十足，见到我摆完梳化，再摆一个四人嘅大餐台，依然都好多地方噶，可以过嚟呢边望一望个景。單位有很多落地玻璃，一邊我們就可以望到啟德區那邊，另外一邊就會望到我們東南的海景位置。如果對物業有任何查詢，歡迎找我李家國宋皇台分行 Table Man， 我電話是92237790 92237790。